据国外媒体报道，环球影业出品的特工动作片《355》定档2021年1月15日北美上映，电影于7月开机。从此前曝光的拍摄花絮来看，范冰冰暂未与其他主演会合，有她单人开车练拳击的画面曝光。杰西卡·查斯坦、戴安·克鲁格、露皮塔·尼永奥、范冰冰、佩内洛普·克鲁兹主演，组成女特工团队，塞巴斯蒂安·斯坦、艾德加·拉米雷兹等也出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